但必须要说，后面十集是真的很精彩，非常精彩，真的想象不到的剧情蛮多在里面。对，對不是观众可以猜得到的。对，很多 PPT 的网友都猜错了。对。对。来，我们来看各位的右手边，我们演员们的右手边，往右边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蛮明显的大幅提升，因为大家好像真的蛮喜欢大美的，所以我很感谢大家这么喜欢这样子。你上次看到了我都叫我花贵，反而不太知道我是张书伟这样。就我觉得这样也蛮好，因为记得我角色，然后不要记得我的人，其实也不错了。对，然后当然有一些可能以前的粉丝 ，Energy 时期的粉丝，会因为花贵，然后才想起说哦 ，Energy 原本有书伟这个人。是有这么夸张吗？真的啦，真的啦。你是说他们都不知道 Energy 有书伟，所以他们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只有失了，他以为我消失了，以为你不在这个圈子，太夸张了。对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就一直持续的有在增加，然后粉丝页的按赞人数跟互动人数都有，真的是算好，算有几倍的成长这样子，很真的谢谢大家。可以跟大家刚刚讲说，其实你很少被认出来。几乎不会，所以在走在路上不会被听到。他比较低调吧，他都装得很好，真是宅女，所以根本不会，所以根本就没有人。没有工作我就很少出门，很喜欢待在家。真的很妙啊，就一直都拍，然后但是他们有真的有人跟我讲说，在我的粉专留说他不知道，我还以为我退出演艺圈。可能之前拍的戏可能。不是这么的商业的戏吧，因为我其实拍都是比较比如说客家电视台啊，大家电视台啊，它并不是这么的铺天盖地的宣传，所以能见度可能粉丝们一般家庭不会看得到，但婆婆的确是有很多以前喜欢 Energy 的粉丝又来加我的粉专，这样他才找到我的粉专。到时候哇，你居然复出拍片了！对对对对，然后复出，复出，好感动，这样。不想结婚就年纪都到了，就随时都可以分享好消息。即便先生，我也觉得没有关系，因为现在这个没有什么差别。在专访的时候就有中秋节快乐，聊到有很不错喜欢心仪的对象，对，持续在发展中。那他要看婆婆吗？有，忠实观众，开玩笑。